姐弟恋。我36岁，我男友28岁，我比他大8岁，我们是姐弟恋。姐弟恋好吗？怎么说呢？我们从外貌上看不出谁大谁小，但心理上他还是个弟弟。和他在一起，有时候觉得自己也年轻了，但很多问题上他还像个孩子。我会思考一些更大的问题，比如房子、车子、保险等等，这些很现实的问题。他只会想吃什么、买什么、去哪玩，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我买单。在生活上，他常常照顾我，会给我买礼物，会给我做饭。在情绪上，我会让着他，我一般不会和他吵架。在我看来，他生气的原因都很幼稚。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结婚，但是我很清楚，我会老得比他快。到时候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上更年轻的女孩。